下面进行对刀操作。第一步，先把刀具移到弓箭的加工原点。刀具移动到弓箭加工起始点以后，将坐标清零，按第二功能键选择外附至零，然后选择外附全轴至零，选择当前的位置对刀，这个对刀块的位置是可以浮动的，任意放。然后我们通过手控把刀具移动到对刀块上方，移动完成以后，我们选择对刀功能开始对刀，然后选择第二功能 F 对刀，然后再按 F， 然后刀具会向下触碰到对刀块，然后回到安全距离对刀完成。然后将按第二功能，然后回零。然后刀具回到刚才原件定的原点上。并保持安全距离。